俊議員，多謝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今朝我哋復會前咧，八點半開始咧，就有關我哋一個震災基金嘅一億捐款咧，就用咗唔少時間去討論，甚至拗撬嚇，甚至批評。咁啊，最重要咧就唔係個錢嘅多少問題，而係話咧究竟有關嘅捐款咧係咪應該去到有關嘅災民度，定還是咧係由於制度上嘅問題咧、貪腐嘅情況咧？又或者以往的濫用導致到根本就是浪費的，不應該做。那我們聽到批評的說話非常多，當中也不少是實情客觀的事實。但問題看我們香港本身，其實我們在我們監管的我們撥了款之後的去向的錢的去向似乎都不好得幾多。主席，我們今早都不少同事，包括剛才何俊仁議員甚至剛剛發言的陳家華議員，都批評了有關於一些基金的安排。咁好多朋友、好多同事都講咗，從唔同角度睇咗今次呢個預算案各方面嘅評論。咁我都或者嘗試揾一個比較新嘅角度睇一件事。代理主席，我哋睇翻我記得係2011年咧，曾經阿陳茂波啦，當時係議員啦，佢就做咗個好詳盡嘅一個質詢。咁啊，喺應該係2011年嘅12月14日。是政府回應，就有關當時的政府所存在的基金作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報導。咁啊，講當時情況咧，就總共有34個基金啦。咁啊，而多個部門都有份牽涉在內，包括譬如民政比較多少少啦，11個基金啦，勞福局啊10個基金啦，跟住教育就6個基金，同埋其他2、3個局都有基金。睇翻我哋基金嘅歷史咧，最早年1950年開始咧，就有一個所謂叫做大輪子爵士康樂基金。對唔住，這個應該係撒瑪利亞基金50年嘅基金嚇。咁而當時最新嚟講係關愛基金，係2011年嘅成立嘅。但係睇翻我哋嘅基金嘅安排咧，主席令到人有啲擔心，即係唔係淨係話震災基金先咁多問題？我哋啲基金咧就究竟啲錢去曬邊咧？咁有冇真係物盡其用咧？有冇適當嘅監管咧？主席，首先睇翻嗰啲基金嘅所謂嘅 vehicle 啊，嗰個載體啊，係非常之多元化嘅。從以往一啲比較多嘅係真係用法例本身去監管嘅，去成立嘅。咁啊，清清楚楚講明係咩原因啊？有啲咩人做啲乜嘢啊？咁有啲乜嘢嘅宗旨啊？咁係清楚啲嘅。到後來咧，可能為咗方便起見啦，有啲即係剛才都提過下，叫大輪子爵士康樂基金咧，就是、一個即係多元化基金，即係唔同嘅用途喺民政局下面有啲嘅唔同嘅做法。都起碼都有一啲嘅講得清楚楚，關於佢嘅目標係點樣嘅。到後來啦。又開始咧就更加寬鬆咯，用一啲我哋嘅唔同嘅局啊，包括我哋嘅民政局啊，或者我哋嘅教育局咧，用個常務秘書長嘅名義咧做一個法團嘅基金。咁呢啲就好似即係法律上當然係一個有效嘅實體啦，去接受啲基金，去運作啲基金。但實質上咧係點嘅咧？咩目標嘅咧？有咩監管咧？似乎真係冇乜點提嘅。我都曾經撳翻曬啲例咧，睇翻嗰啲咁嘅有關條文咧，非常之短嘅，基本上就係一個載體，乜都得嘅。咁就基本上就可以將任何嘢掛上去就算噶啦。咁當然我哋都仲有啲係更加鬆散嘅，譬如好似關愛基金啲咧，就冇任何法例添啦，就一個所謂信託文件咧，就組成咗個基金。但係講緊係以百億計嘅注資喎，主席。再睇方面就亂曬大龍啦，冇規冇矩啦。咁啊，睇翻嗰啲基金點用咧？幾時係用所謂本？幾時係用息咧？又絕少有提及嘅。除咗一個，我發覺到咧，一個叫研究基金咧，就有喺嗰個成立嘅時間有講明咧，就係話即係喺注資嗰陣時候，譬如2010年注資咗19億落去嘅時候咧，就話係要有即係息息啦，192.19%。但係咧就喺好多情況之下咧係絕少提及嘅。相比以往一啲譬如大輪子嗰個爵士基金咧，佢有話明一條條例咧，就講到明咧就淨係要可以係賺到個息翻嚟先可以使嘅。
按翻嗰個有關基金嘅宗旨去使咧。但係如果要使本金咧，係必須經過本會批准嘅。嗱，呢有規有矩嘅，清清楚楚嘅。但係而家係點咧？關愛基金係點咧？冇人知。咁我曾經嘗試咧喺早星期前咧就有關嘅基金嘅幾時食息幾時食本咧，係問一問當局啦。但似乎咧就個別基金咧情況好唔同嘅，而只係講佢哋當時嘅諗法或者佢哋點樣做，係冇任何法律上根據，冇規限嘅。咁呢個就容許，當然你話一方面咧，對於政府官員嚟講非常之好啦，佢哋好多靈活度。但調翻轉咧，我哋要了解到基金嘅運作到底有冇係物盡其用，有冇啲錢好懶惰咁坐曬度，完全唔喐，有冇人甚至乎唔知道啲基金嘅存在，完全唔識申請咧？呢個係完全好大嘅問題嚟。好啦，咁究竟有啲咩監管機制咧？主席，我睇翻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咧，這個好少少啦。這個起碼咧有條文咧，就成立一個所謂監管嘅委員會咧。當然都是由政府委任的委員，但起碼都有個委員會負責看著基金怎樣走法、怎樣用法，但是絕大部分也都沒有這個機制的。好了，究竟政府何時應該注資呢？又沒有講清楚的，很多時候都是政府喜歡何時，好像玩煮飯仔咁，邊個碗邊個裝邊個鵪加啲水落去啦，就加啲落去就算數，是完全冇規冇矩，冇一啲客觀嘅標準去驗定究竟當時嘅基金係咪應該適當，係唔夠錢啦，或者預計有啲乜嘢嘅客觀啲嘅條件咧，係符合咗之後咧，政府可以考慮注資，又或者考慮向本會申請另外嘅款項注資。我哋睇翻，譬如話喺我哋嘅譬如漁民基金啦，咁就喺2010年咧，有19億，咁啊可用嘅錢咧就話得翻9500萬，咁啊而家今年我哋又要加翻50億落去啦。咁啊再培僱員再培訓局咧，2011年嘅時候咧有35億存在，咁啊去到2013年咧就話大約每年用嘅款項咧大約係21.9億到啦。咁今次我哋又要加150億落去。嗱，呢啲咁嘅加錢落去咧，當然我哋歡迎。即係如果政府真係係為咗個目標咧，係盡量加多啲錢咧，我哋當然係支持啦。譬如環保又好，再培訓又好，用得其所當然係好咧。但係如果你係冇一個準則去驗定究竟幾時應該加錢，幾時唔應該住咧，又或者加嘅條件係乜嘢咧，就好大嘅問題。正如有啲同事就批評啦，話會唔會其實呢個基金嘅成個機制咧，係為咗要方便政府就為名，但實際上咧就係逃避咗任何立法會嘅監管為實咧。咁呢個係一個其實唔可以抹殺嘅可能性。另一個咧，我唔知有冇少少陰謀論咧，但係都諗過下咧，會唔會係政府不斷強調咧，我哋話要係一個小政府嘅政策。為了得到國際上的聲譽，我們每一年我們的經常開支或者公共開支就不會超過我們的 GDP 的 20%。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保持這個美譽，我們會不會將那些錢呢，反正是超過 20%， 我們不如不要了，收起它先，放在一些鵪鵪罐罐裡先，這些基金就最好的載體呢，載著這些錢先，表面上就好像我們真的沒有用，突了那個 20%，但實質上咧，我啲錢咧，唔單止係可能超過，但係超之餘咧，我哋又唔知去咗邊，咁變咗係兩邊都衰嘅。咁呢個咁嘅講法咧，我希望即係只係一個陰謀論咧，但係希望財爺有機會嘅時候都可以試下解釋一下，究竟點解我哋咁中意用呢啲基金嘅方法去處理，而我剛才所批評嘅有關基金嘅缺乏一個客觀嘅定義、監管操作。咁又係冇咩特別原因導致到我哋唔能夠好地整頓一下咧？類似到我哋嘅基金唔會好似我哋今朝早批評一啲賑災基金咁係冇規冇矩，甚至乎好多漏洞咧？主席，另一個我都想或者提一提嘅就係、由於我哋時間有限咧，唔能夠就每一項嘅細節去講，但係我都盡量爭取呢個機會咧就。正如很多同事批評一樣，我們那個所謂理財那個哲學的問題，
主席，我哋如果用一個例子咧，假如我哋政府只係一個大廈嘅管理公司咧，嗰、那個背後嘅業主先真正係管理公司嘅老闆，就好似我哋而家政府理應嚟講咧，就係、是、只不過係社會上市民嘅一個講得好聽啲係公僕啦，講得唔好聽啲就係即係嚇公務員啦，就或者係甚至乎係即係為市民打工噶啦。但究竟他們在處理的財政的時候用錢的時候有沒有真的當了市民當了社會是你的老闆呢？如果你有一個管理公司，如果是市民或者是 當大廈的業主甚至住客有需要是就設施的維修上進行一些工程的時候，又或者缺乏一些什麼改善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都真的好好地想一下業主或者住客的需要，而不是自己覺得哪樣特別好就去做呢？而事實上呢，恐怕我們過往太多年來都是政府覺得自己是完全是精英來的，他們理解，他們比我們更加理解整個政府的運作，更加懂得理財之道，於是很多時候呢他們都是偏向於就自把自為，錢就賺了很多都不要緊，要放在那裡，但到真的用的時候呢，就不是真的完全是顧著真係佢哋嘅老闆嘅需要。咁呢個感覺當然係講得好粗疏嘅比喻啦。但事實上咧，如果我哋唔係將呢個最基本嘅好多時嘅最重大嘅原則都係好簡單嘅智慧嚟嘅啫，就係將你嗰個焦點擺得啱嘅時候咧，你自不然咧明白到究竟邊個係主，邊個係客，邊個係話得事嘅咧。咁呢個就唔會搞錯。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太多年嚟咧都好似係冇咗呢個咁嘅主次嘅概念喺度，甚至乎咧。這個中國人的官字呢，其實是可圈可點的。當然這個是我們幾千年的文化的問題，官字呢就永遠都好像大一點樣，但這個其實恐怕已經是一個完全是跟時代脫節了的概念來。反為英國人好，你喜歡他文化好，不喜歡他文化好，他們的 civil servant 的概念呢，就可以說是就算有一部分的虛偽情懷裏面都好啦，起碼咧那個感覺上咧，真係似乎跟翻嗰個實況係應該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咧個官嘅概念就實在太大啦。咁啊民咧只可以係跟住官嗰兩個口去運作去順從。主席，剩翻嘅時間咧，容我講一講咧，就關於我哋有冇去賺錢嘅能力。這一方面的安排，咁我都用一兩個例子咧，即係最近嘅發生嘅事幹咧，嚟突顯出呢個問題。我哋啱啱就準備審議，但係蝦碌地錯過咗審議有關個奶粉令個問題。嗱，當然我都明白到，大家廣大市民都知道點解有呢個背景係點樣，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好好地一個賺大錢嘅機會在我們政府的手裏面呢，就變成一個危機，危多個機了。本來呢，人家所有國家所有好的管治的團隊呢，都會是利用一些危就製造機，但這個政府呢就將機轉做危。本來好地我們一個 很大盤生意，只要我們好地利用這個這樣的大的市場，在我們旁邊的市場能夠在我們的邊境在關卡裡做多很多很多相對嚟講平嘅地出嚟，起多好多呢啲咁嘅所謂 warehouse 嘅批發式嘅廠房，可以賣各種各類嘅產品。咁而事實上咧，古今中外所有唔同嘅喺物質上嘅差異，無論喺個價格上啊，喺選擇上嘅差異咧，都係好大嘅商機嚟。但係倒轉香港咧，我哋而家唔好地利用呢個機會咧，搞到咧我哋用好多人嘅資源咧，去做好多人為嘅法律咧，去限制咗呢件事。咁呢個就正正咧，某程度上咧，係雖然係一個好少嘅例子，但係突顯咗我哋政府現今嘅思維、現今嘅施政，正正咧係點解累到我哋香港社會咧，係多年嚟咧都係停滯不前，甚至乎係每況愈下嘅原因。我希望當局咧就好地去反思一下，究竟而家我哋嘅方向。由一個本來市民好鍾意捐獻嘅一個社會，變到我哋而家係講緊賑災呢，都要拗到面紅耳綠，甚至係孖聲四起嘅。我哋香港行緊咩方向呢？主席，多謝。